嗨，大家好！最近有好多朋友艾特我同一个视频，但近期内容赤卡彩底个视频，惊到全国地友成了热笑。大家咱拢会知，就算咱娘食底纷纷发来慰问，但其实咱潮汕网友非常淡定，回了一句单，你可以知往潮汕有句俗话单：头冲卡烧，耳冲地烧。咱只只地烧需要一个工具柔凉，为了效果的更好，只地咱就用脚来踩点，因为用手手过酸啦，脚个力气又大，所以用脚来柔凉，效率也拢更好。这也是潮汕俗语“头冲卡烧，耳冲地烧”个由来。顺便打者。这个一字到潮汕话多一本是个多音字，伊除了读到一字外，吼读到烧、卡烧、手烧，就是用一字个字。回归正题，基地个工具到过十年左右就出现了变化，让地校个太道张天福老先生设计创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手推个摇地机，加速了中国地龙千百年来用卡摇地个历史。让潮汕地区明仔有卡烧，遐地区无卡烧，咱做你看无一只头葱呢？因为头葱底好又好用来青底，用来激发底个香气，因此咱潮汕人好习惯无只头葱底。